位注意，战斗展开，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。我的队员一个都不能少，救助队的人中有幸存活的。十年前地震中的女孩，别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选择当消防员那一刻开始，我们这把刀随时准备出鞘。决定的就是这女孩，谁来干的？这是他的命，就是我的命。他的命在哪，我的命就在哪。我想接受我的岗位，也想守护你。我发觉我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在乎，越来越想亲近你。你要不要跟我谈恋爱？我喜欢你。